今天还买到了这个特别好吃的 muffin，它是 caramel 的，这个味道特别好吃。然后它第一次出现了这种八个包装的大的版本，所以现在我就打开尝一个。这是染的吗？好像是染的呀。你看，是染的。这里是白的。是染的。那是甜的。橙色的小果子。Thank you.
这个是我昨天晚上睡前腌好的新奥尔良鸡翅，因为今天等一会儿要送小孩去上钢琴课，做饭的时间很短，我提前准备好，放烤箱里烤一会儿就可以吃了。我在想要不要都烤完，因为我今天晚上打算吃这个拌面配这个新奥尔良烤鸡翅。我现在设置的是200度，20分钟。Thank you.